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盛大解脱经卷中。尔时佛告信相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汝相自说，过去有佛名宝胜，苦恼众生，一闻名字，命中升天。今复请我说诸佛名，使诸众生离苦出世。是故我今为汝集众，具说三宝，理是一宝。随顺说三，若人闻者，至心意念，欲受终时，执善之事，教令三称，三宝名字，作如是言：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如是倡议，其人命中不到三途，随意所乐，十方世界皆得往生，应奉诸佛，见诸菩萨，闻书普贤，宣说大乘大通方广，即闻法已，应时获得无生法忍。善男子，若人旷劫广修诸行，深重善根，今得闻此三宝名字。尔时信相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三宝？一相也，二相也，三相也。如其一相，即是一归；如其三相，即是三归；如其三归，佛法别体，僧亦如是。若是三归，众生见三义劫行道，不会依成，唯愿世尊利益众生，为我说之。我闻是已，亦为众生分别解说。于佛灭后，若有闻者，即得住于三菩提道。尔时佛赞信相菩萨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乃能问佛大事。问佛大事者，非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七地、八地，唯有十地法云大事，乃能问佛。如是大事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之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旷劫以来，无名所蔽，三界牢狱，生死流转，众不交集，六道往来，无归依处。是故归命天神，投身外道，自缚手足，害生求命，无免时患，肩负复火投冤，俱不免患。是故大圣如来哀从定齐，民彼常迷，开眼三宝为真一处，初为始觉二乘之人说于梯凳别体三宝，后为九修梵行大士说于究竟一体三宝，于一佛宝即有法僧。善男子，何故名宝？譬如世间七宝可以寄命，是故三宝在世导养法身，能续行者智慧生命，谓之宝也。别向三宝者，佛现王宫，二应法身，严氏菩萨，为度众生修行苦行，道场树下现成正觉，自觉觉人故号为佛。佛名觉者，僧名受化，弟子从教得理，故名为僧。僧有二种，一者和合得名为僧，二者无为亦名为僧。得无为者，以真空解慧，性空无为，迷惑相续，正劫尽无，唯以灭诸劫，圣众共住，和合不争，以此二义，故得名僧。善男子，法者一切善恶之法，有为无为，诸佛道理，恶法可离，善法可从，并为心轨，皆是法宝。是故佛僧二宝，人义体别，法与僧佛体同难别。何以难别？或有人言：佛僧二宝，但取假名行人，行人所得五分法身，诸善功德，判为法宝。此亦不然，何以故？今因以此诸善功德得成于人，
理法无人，何得别人，并为二宝。今是人法，有同有异，以法成人，法属于人，是以故说五分法身，十力无畏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诸波罗蜜，无量三昧，以为佛宝。小乘五分，说为僧宝，此诸功德有为无为，法相道理可为鬼用。复名法宝，此则同体，虽说二义，亦有法体，一佛与僧如是法宝。以说此三，众生归一，得免三界生死，不畏一切行人，虽得免粗细苦未尽，是故未说至极三宝，名昔日三宝。言佛有苦，法是无常，僧亦无常，是苦非真一处。今说常住行者，绝了法性理空，永离八道，无有生灭动求之苦，为真一处，名为佛宝。所得常法，鬼用至极，名真法宝。常住行者，慧真法性，正常住无为，故名为僧。亦以八道永尽，与凡圣众一切和合，永无争讼，故名为僧宝。昔日三宝，一人别法，今之三宝，于一佛一体，分为法僧。以是义故，我为汝说一向三宝，令诸众生去向一成。现象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当观何事求于大成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当观三界无常以求大成。现象菩萨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观于无常？佛言：欲观无常，除其烦恼，当行正念，慈悲为首，说法度人而不取证，是名菩萨。不舍众生，为求大乘。善男子，譬如一城，纵广一游巡，多有诸闻，路险黑暗，甚可怖畏。有入此城，受于快乐。复有一人，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，遥闻彼城，受乐无穷。即便舍子，欲入此城，世人方便，得过险道，道彼城门，一足已入，未举一足，即念其死，寻作是念：我为一子，来时云何？竟不将来，谁能养护？令离众苦，即舍乐成，还向子所。善男子，菩萨慈悲，亦复如是。为怜悯故，修集五通，既修集已，垂得尽漏，而不取证，何以故？悯众生故，舍漏尽五通，乃至行于凡夫地中。善男子，长者欲于大解脱乐，多诸门者欲于八万四千诸三昧，路险难者欲诸魔道，道长门者欲于五通，一足入者欲于智慧，一足未入欲诸大菩萨为证解脱。言一子者欲于五道一切众生，故念子者欲大悲心，还子所者欲调众生，实得解脱，不取正德，即是方便。善男子，是故菩萨摩诃萨大慈大悲，救舍不舍，不可思议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大士从初发心，必至菩提，常为众生受十善法，何等为十？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逸，四不妄语，五不两舌，六不恶口，七不无意语，八不贪嫉，九不嗔恼，十不邪见。菩萨如是，慈悲具足，慈能教善，见世所乐，悲能济苦，地狱度之，见诸众生求涅槃门，不能之处，菩萨应当于此众生修集悲心，悲因缘故，为诸众生开大涅槃门，显示安稳处，使得大成果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。现象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正念？答曰：当行不生不灭法。世尊，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善男子，使恶法不生，善法不灭。若修此行，行于三界，皆习五欲，无能为污。善男子，
欲行三界，嫉妒众生，应以十法游于三界中，顺世俗文字说有三世无上菩提，不在三世究竟菩提，不堕众数。何况三世三界中何者为实？一者于欲于悔，心无增减；二者若闻善恶，心无分别；三者于诸愚智，等以悲心；四者见上下众生异常平等；五者于轻毁供养，心无有二；六者于他缺失，莫见其过；七者见种种成是一成；八者若闻三恶，亦悟经部；九者于诸菩萨生如来想；十者佛出五浊，生息有想；菩萨如是具足十法，烦恼结习无能为障；菩萨大士游三界中，以大悲为本，处此秽土，和光不同尘，是名难思议。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劫，此土须臾间行持为最胜；若人于此土起身口意罪，应堕三恶道，现世受得除。菩萨生此土，不应怀忧怖，设有恶道罪，头痛则得除。若人欲断缚，灭除诸烦恼，虽生此恶土，护法增智慧，一劫在净土，长寿境界行，不如在此土从旦至明日。我见阿处佛国、西方安乐土二国甚清净，亦无苦恼名。于彼作功德，未足以为奇。若人于此土能忍不可视，亦教他人忍，其福最为胜。是故诸菩萨行于此恶土，嫉妒诸众生，勿怀烦恼忧，坚固菩提心，必得无上道。尔时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今者欲问菩萨菩提因缘，若佛听许，当敢发问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于无量百千佛所众诸善根久达菩萨所行方便，为诸菩萨问于坚固菩提之道，随意觉问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时虚空藏菩萨以蒙许可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谓菩萨其心坚固而不疲倦？何谓菩萨所言决定而无终悔？何谓菩萨增长善根？何谓菩萨无所恐畏，威仪不转？何谓菩萨成就善法？何谓菩萨善知从一地至于十地？何谓菩萨善知方便？何谓菩萨善化众生？何谓菩萨事事不失菩提之心？何谓菩萨能行一心而无杂行？何谓菩萨善求法宝？何谓菩萨善出毁尽犯律之罪？何谓菩萨能障烦恼？何谓菩萨善能随顺入诸大众？何谓菩萨善开法门？何谓菩萨得先因力，不失善根？何谓菩萨不由他教，而能自行六波罗蜜？何谓菩萨能舍禅定，现生欲界？何谓菩萨于诸佛法得不退转？何谓菩萨行于三界，教化众生，始增善根，不断佛性？尔时世尊赞虚空藏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能问如来，菩萨之事汝今谛听，善思念之。白言：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，领纳听受。佛告虚空藏菩萨：复有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，何等为四？一者于诸众生起大悲心；二者精进不懈；三者信解生死如梦；四者正义思维佛之智慧。菩萨有此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，复有四法所言决定而无终悔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决定说法了之无我；二者决定说诸生处无可乐相；三者决定常赞大乘；四者决定说罪福业，不失果报，
是名为四。复有四法增长上根，何者为四？一者持戒，二者多闻，三者布施，四者出家，是名为四。菩萨复有四法无所不畏，威仪不转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失利，二者恶名，三者回辱，四者苦恼，是名为四。菩萨复有四法成就百法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教人令信罪服，二者不施不求果报，三者守护正法，四者以大智慧教诸菩萨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能了之一地，至于十地。一者久住善根，二者离诸过咎，三者善知方便，四者勤行精进，回向菩提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知方便，何等为四？一者顺众生意，二者于他功德起随喜心，三者有罪悔过，四者劝请诸佛转大法轮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化众生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常求利安众生，二者自舍己乐，三者和柔忍辱，四者能除高慢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能事事不失菩提之心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常意念十方一切诸佛，二者所作功德等以施之于一切众生，常为菩提，三者亲近善知识，四者称扬大乘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能聚一心而无杂行，何等为四？一者离声闻心，二者离辟支佛心，三者求法无厌，四者如所闻法广为人说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求法宝，何等为四？一者于大法中生宝想，以难得故；二者于大法中生救药想，疗众生病故；三者于大法中生财力想，以布施故；四者于大法中生灭苦想，至涅槃故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出毁尽烦恼之罪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得无生法忍，以诸法无来故；二者得无灭忍，以诸法无去故；三者得因缘忍，知诸法因缘生故；四者得无住忍，无意心相续故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障烦恼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正意念，二者障诸根，三者能得善法力故，四者独处远离故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能随顺入诸大众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求法不求圣故，二者常生恭敬心无骄慢，三者唯求法力不自显现，四者教人善法不求名利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开法师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守护正法，二者自益智慧以益他人，三者常行善人之法，四者不是人分别垢净之法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得先因利不失善根，何等为四？一者见他人缺不以为愚，二者愚嗔怒人常修慈心，三者常说诸法因缘，四者常念无上菩提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不由他教而能自行六波罗蜜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常以法师师导于人，二者不说他人毁尽之罪，三者善知设法教化众生，四者解答身法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能舍禅定现生欲界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其心柔软，二者能得诸善根力，三者不舍一切众生，四者常能善修智慧方便之力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于诸佛法得不退转，何等为四？一者于无数生死中不生厌离，
二者常能供养无量诸佛，三者修行无量慈心，四者信解无量佛慧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富有四法，不断佛性，何等为四？一者为诸众生不退本愿，二者受信施行，三者大欲精进，四者常能身心行于佛道，是名为四。菩萨摩诃萨游于三界，行种种行，利益众生，常修出世，不断佛性。说是大乘四法之时，四万天人皆发无上菩提心，二万五千人得无生法忍，四万八千菩萨得达法界忍，善入佛会。尔时佛告虚空藏菩萨摩诃萨言：汝今应当受持是经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之？云何奉持？佛言：此经名为大通方广，能破魔境，坏外道君，消除烦恼，能解五欲邪见系缚，破三界欲，放诸生死，向涅槃摄，润益九合正因种子，育大因缘六度法语，增长众生三成芽花，成就一成菩提极果。善男子，汝问经名，我说如是，汝当受持。尔时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从过去无量佛所、无量会处、无量众中闻种种法、种种事、种种相、种种成，未曾闻此稀有之法、稀有之事、稀有之相、稀有大成，我常受持，始不断绝。世尊，如来常住，法僧不灭，三界众生自生自灭，不见如来，即以法僧畅言灭度我等今者，成佛威神，游于三界，顺俗时宜，假唱灭度。世尊，我等今者于佛灭后，当与八万九达佛会法身大士流通此经，使法界众生受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一时成佛，犹不放舍。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佛灭后着恶世中，若有受持读诵、书写经卷，得己所福。佛言：善男子，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，以用布施，不如闻此经名，福胜于彼。复至世世，若人以十千世界满中珍宝，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摄持经卷，福多于彼。复至世世，若人以十方世界满中珍宝，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书写是大乘方广经典，乃至一字一句，或复一记，福多于彼。复至世世，虽施无量国珍宝，不如至心读诵一记。复至世世，虽施十千世界满中众生命，不如至心解义一句，为人说一记之意，福胜于彼。所以者何？财时不施，是世间不施，长养性命，不出世间。大乘法师长养众生菩提道根，能续三成智慧长命。善男子，读持是经者，本虽恶人，今是善人；本虽苦人，今是乐人；本虽富人，今是托人；本虽未度，今是度人；本虽无智，今是论师；本虽有漏，今是无漏；本虽凡行，今是圣行；本虽失道，今入圣道；身虽凡夫，读持是经，志同圣会；本虽烦恼，读持是经，共诸佛如来，同有涅槃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本是凡行，今是圣行；本是烦恼，读持是经，共诸佛如来，同有涅槃。破戒忤逆，诽谤正法，读持是经，断除烦恼，同得涅槃。此意难明，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能善问，我能善答。一切众生以不知佛故，邪见犯戒，诽谤正法。若佛在世，终无犯戒，诽谤正法，何以故？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，若父在时，日夜教令，事事顺之，其子孝顺，
受父教令，都无所犯。若父远行，不时来还，其子忘物，多有所犯，以不时来，怅言死灭，悲啼嚎哭，父似起逆，愁愧失心，忘父本教，似若不顺，未如谤法，其父久时远行来归，儿子欢喜，亦复本教，受持不犯，以德见父，信之不死，不明堕逆，捉父本赤，顺教而行，不明诽谤。善男子，长者即是如来，一子者即是一切众生，令者即是教戒，远行者即是愚化，不见父故即是怅灭，愁恼故即是障蔽，不持故即是犯戒，怅灭故即是逆罪，迷离故即是诽谤。如来世尊愚化回来，众生见之，即生信心，知佛不灭，佛未说法，还得本心，不明犯戒，以知不灭，不明堕逆，顺教而行，于理得解，不明谤法。善男子，读持是经者，即能消除无量生死烦恼众恶之罪，闻是经名，即得闻佛，见是经者，即得见佛，持是经者，即持佛身，行是经者，即行佛事，说是经者，即说佛事，解是经者，即解佛意。若行佛事，善解佛意，如此之人，永无烦恼。何以故？得执是经，断除烦恼。善男子，若八万劫以为一日，以是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以此岁数，过百千万亿劫，得执一佛；复过世数，得执一佛。此经难执，复过于世，得执此经，即执十方三世诸佛。是故智者受持读诵，书写解说，能除邪见无明烦恼，劫漏重罪，住于福田，能消世间无量供养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辟支佛尚不能消世间供养，何况凡夫得消供养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辟支佛不消供养，无有是处，虽不能说法度人，入禅三昧，从三昧起现大神通，度诸众生，得消供养。尔时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经中所说邪见破戒，不得共一国同住，一河饮水，说戒不萨，忏悔自自，此人名为退失圣道，不入众数，云何而言得消供养？若消供养，即与诸佛同受因供，过于罗汉、辟支佛等，唯愿世尊分别说之。我闻此已，亦为众生如佛解说，令得度脱。佛告虚空藏菩萨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今者慈悲具足，哀悯众生而问此事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善男子，此经境界非声闻缘觉所知，亦非诸魔外道凡夫思维境界，唯佛能知，汝亦得答。善男子，我常为行菩萨道者说施行谈，不观好恶，福田成就而说是言，不施畜生得百福报，不施产提得千福报。善男子，断善根者死去产提，无惭愧者死去畜生，畜生产提，果报熟者尚能受供，众人福田何况此人？以是义故，今此大乘大通方广，威德力大，不可思议，能使破戒忤逆，诽谤正法，邪见烦恼悉得除灭，能受供养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诸佛如来不可思议，大通方广威神之力亦不可思议，受持经者其人功德亦不可思议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得不可思议无边功德。尔时世尊告虚空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我念往昔过去有劫，名曰清净，我于此劫供养九十二亿那由他诸佛如来，以行小乘，多诸过罪，犯戒无量，是诸如来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
劫名乐见，我于此劫供养四十二亿诸佛如来，是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梵音，我于此劫供养二十二亿诸佛如来，是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欣喜，我于此劫供养八万四千诸佛如来，是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救苦，国名庄严，佛号大师如来因供正遍知，十号具足，我于此劫供养四十亿诸佛如来，得闻此经，烦恼永除，自由未睹。我于尔时，皆以一切不可思议供养之具而供养之，是诸如来亦不见于我受记。善男子，我于往昔若干劫中供养若干诸佛如来，尊重赞叹，烦恼得除，具足声闻威仪境界，静修梵行，学行不失，一切持戒及行头陀，离于骄慢嗔恚愚痴，忍辱慈心，如闻能说，勤行精进，一切所闻受持不失，独处远离，入诸禅定，出禅定矣，随所闻会，读诵思议，是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何以故？所受境界多回犯故，身着声闻二乘行故，不闻大乘方广经故，以是义故。若诸菩萨摩诃萨等，应当远离二乘之行，修习大乘方广经典，则得受记。若我从一劫至另一劫，说是佛名，不可得尽。善男子，我过世后得见定光佛，为无量大众说是大乘大通方广，我于尔时得闻得见彼佛所说，受持读诵，思维其意，即得无生法忍，定光如来即受我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因供正遍知。是故善男子，受持是经，即至佛地，旷消世间，人天供养。善男子，是故大乘经典历施宝藏不可思议，会师破戒贫穷一以宝珠。善男子，大乘如大海，小乘牛迹水，大乘如须弥，小乘以子城，大乘如日月，小乘达火星，是乘名大乘，不可思议乘，容受诸众生犹如虚空中，一切诸乘中此乘为第一，如是大乘者超出一切乘，小乘有限量，不能度一切，唯此无上乘，悉能度众生。若行此无量虚空之大乘，虚空无有量，亦无有形色，大乘亦如是，无量无障碍，一切诸众生成于此大乘，当观是乘相，广博多容受。若于无量劫说大乘功德，即成此乘者，不可得穷尽，一切诸乘中大乘最为胜，至心受大乘，得去菩提树，无复无障碍，今此无上乘，能胜下列乘，坐于道树下，观于十二缘，哀悯众生故，为说大乘经，十方诸众生，若成大乘者，亦复无增减，容受如虚空大乘婆思议，神通大智慧，是故诸众生当勤修集之，一切诸天众天魔及外道，欲除烦恼缚，皈依于大乘，具足六神通，三明三达门，能坏魔外道，并及诸邪见，大乘最为要，能破诸烦恼，具足诸善根，是故大乘力其实难思议，一切世间法即以出世法，有学无学法设在大乘中。若有众生行恶道，亲近邪见恶知识，远离此事归大乘，若人不乐求大乘，不能破坏烦恼劫，欲求解脱学大乘，若有大人解大事，闻说大乘心欢喜，当知即是大乘人，得心寂静具神通，皆由大乘自庄严。若人有能行大乘，是则不断三宝种，
若有去向大乘者，世人即得无量福，能到十方诸世界，供养十方无量佛。如是大乘方广经，世间诸乘无能胜，具足威德破生死，是故大乘难思议，得于色力得自在，具足成就常法身。若有成此大乘者，世人受于无上乐，舍身自施修慈悲，是故得此无上乘。持戒精进修梵行，能以神通障日月，皆由久修大乘行，自心勤修常精进，世人则得于大乘，应有无量苦恼报。修集大乘得除灭，若能安住大乘点，常受快乐如诸佛，具足正念勤精进，或似如意神通力，依止正法及真意，皆由久修大乘经，具足实力无所谓。相好庄严三十二，金刚三昧一切之，皆由久修于大乘。善男子，若有持此大乘经典，一字一句乃至一记，永脱诸苦难，终不堕恶道，得到安稳处，于后恶世时，若得是经者，我皆与受记，究竟成佛道。若持此经者，佛常尽世人，世人常尽佛，世人护佛法，诸佛护世人，获大神通慧，能转大法轮，度诸生死去，能破坏魔君。我于定光佛闻此方广经，助忍得受记，号释迦牟尼。于我灭度后，若有学士经，我亦与受记。若人来世中能解此经义，为诸愚者说，佛虽不在世，不断于三宝，亦如佛现在，所以者何？我从无量佛受持此经，于末劫中为人广说，是以获得三十二相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诸佛皆亦说此三十二相，佛今复说三十二相，是何业因之所成就？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佛告虚空藏菩萨言：善男子，如来成就无量功德，是故得成三十二相。我若广说，穷劫不尽，今当为汝略而说之。如来至心护持，境界得足下平相，修种种慧施故，得手足千福轮相，不欺一切诸众生故，得足根拥相，护正法故，得指先长相，不破坏他故，得指尖往慢相，以妙衣服奉施故，得手足软相，以净食施故，得七处满相，喜闻法故，得鹿王涮相，复藏他罪过故，得马因藏相，修十善法故，得上身如狮子王相，常以善法化众生故，得缺骨平满相，救护部位故，得臂肘拥相，见他造三宝业乐左助故，得手摩膝相，常修万善法故，得清净身相，常施病者药故，得所食之物治胃息现象，按时说善法故，得狮子夹相，于诸众生心平等故，得四十尺相，喜和合争讼故，得尺密相，以珍宝施故，得尺奇相，身口意净故，得二牙白相，护四口过故，得广长舌相，成就无量功德故，得位中上位相，于诸众生常以软语故，得梵音相，修集慈心故，得细长目相，至心求于无上菩提故，得牛王劫相，赞叹他人所有功德故，得白毫相，恭敬供养父母和尚阿舍离施故，得肉髻相，乐说大乘法故，得身柔软相，喜施夫具房屋故，得金光明相，远离据说世间故，得一一毛孔右旋生相，乐受善友师长教斥故，得一切之分寒毛上旋相，不以恶事加众生故，得发色精相，常劝众生修三昧故，得圆满如泥居陀相，
所生之处喜造佛像故，得那罗延立像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，获得如是三十二相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诸法都无相貌，又观如来亦非是行，云何而言广修诸行？我观诸佛法僧苦集灭道、因入界等十二因缘、诸波罗蜜、内外因果，空无相愿，不见出生，不见灭没，如幻如化，如焰如响，如水中月、龟毛兔角，如空中之花，如石女之子，如着影衣，成幻化相，如有如无，即已有无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，非生非灭，非内非外，非见非识，犹如虚空，云何而言？我修诸法，我观如来，亦非众生受命是夫，非立非立者，非作者，亦非眼非色，非眼色相形，非耳非声，非耳声相形，非鼻非香，非鼻香相形，非舌非味，非舌味相形，非身非处，非身处相形，非意非法，非意法相形，非食非色，非食色相形，非色非苦，非色苦相形，非我非我所，非形非因，非实非虚，非聚非散，非出非入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非去非来，无有住处，无心意意识，无有身口意业，非一非意，非去来现在，非垢非净，非我众生寿命是夫，非常非断，无生无灭，无修无行，无舍无受，毕竟常住，云何而言？广修诸行。尔时佛赞虚空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过去世时曾以供养无量诸佛，久达大乘，无上空意，了知万法，悉皆空寂，一知如来毕竟常住。善男子，譬如清净琉璃宝珠，虽在泥中，经历千年，其性常净，出已如本。汝等今者亦复如是，了知法相本性清净。汝等今者虽在三界五浊泥中诸佛洋化，亦复不为泥之所污，以不污故，能问此意。善男子，汝今复听，当为说之。一切万法实无本体，有文字故，说言有法，法中无字，字中无法，为流布故，说有文字，文字之中亦无菩提，菩提之中亦无文字，第一义地虽无文字，世俗道中说有文字，众生佛性无上菩提不离文字。善男子，实如汝说，如来无灭无生，不修不行，离诸修行，不入正位，亦不退转，一生不生都率陀天，不从天下，不处世胎，于一切法心无所住，亦不说言。我已过于生老病死，亦不四为七步而行，亦不自言。我是世间无上之尊，不处中宫才女娱乐，不习世间伎乐之事，亦复不学盘马脚力，欲度众生入涅盘故，视现老相未坏贪身，视现病相未坏贪寿，视现此相未坏贪欲及我我所，视现沙门相未令众生不求梵天地势之身，勤求出世无上之法，欲出功成，视现出离三界牢狱，即显此非终极之果。前后故事故，视现无嗔爱，是故三十二相庄严其身，为是众生良佑福田，剔除周罗，弃舍璎珞，前马令环，放禅陀罗，视现远离一切烦恼，现剃须发，视现无贪着于一切法，受持袈裟，视现调伏众生，从玉陀伽阿罗边滋问受法，视现破坏自高之心，
六年苦行为调伏外道，献寿饮食随世俗法，献寿稿草适于知足，坐草入上是坏骄慢，诸天龙神赞叹恭敬，视现功德庄严果报，降伏外道是勇猛力，右手指地是作福利，大地震动是报恩故，修无相愿获得无上菩提之道，视现了知一切法相，观法平等明知为佛，佛之智慧无能胜者，所说法要如去来现佛，以是义故名为如来，了了见知三世之事，善不善法名萨婆若，真实与故名天人师，若有学者能作士官，是名菩萨，若作义官不名菩萨，则名七皇一切诸佛。善男子，一切诸佛不出不入，不生不灭，为度众生畅言出世，为度众生畅言灭度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十九支法相理空，诸佛如来无出无没，不生王宫，双数不灭，毕竟常住，为度众生修诸苦行而入涅槃，时无动转，诸佛如来真实长存，应身三界，现五种法身，何等为五？一者实相法身，二者功德法身，三者法性法身，四者应化法身，五者虚空法身，所以名为实相法身，超越实相圣果，恒住法界，是故名为实相法身，所以名为功德法身，为度众生施功积行，万善备足，是故名为功德法身。法性法身者，达悟一切法相，理无不周，从境生于空界，空界满足，从境得名，称为法性法身。何故名为应化法身？如来出世被应五道，善恶悉现，物无不计，从化物得名，是故名为应化法身，所以复名虚空法身。虚空无边，法身无边，虚空不可度量，法身亦不可度量，如来之身犹如太虚，为度众生应生五分，故知如来无生无灭，诸法一耳，为度众生佛现法心。尔时佛告虚空藏菩萨言：善男子，如与如来同解法相，一切境界无障无碍。善男子，未来有劫，名曰清净，国民快乐，彼国悉以诸大菩萨论义大乘，初不闻二乘之名，况于恶道，汝于此劫当得作佛。号曰清净庄严佛如来因供正遍知，他方大事皆往一彼，听受大乘大通方广，是故一切众生若闻虚空藏菩萨名者，礼拜供养，皆得生彼快乐世界。若有众生求于大乘，未得无生受持是经，当知是人不过识佛，便得受记。南无赫拉丹那多拉耶耶，切拉切拉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呼拉哄，呵呵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。南无赫拉丹那多拉耶耶，切拉切拉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呼拉哄，呵呵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。南无赫拉丹那多拉耶耶，切拉切拉居住居住，摩拉摩拉呼拉哄，呵呵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。嗡呼噜呼噜舍耶摩切娑诃，嗡呼噜呼噜舍耶摩切娑诃，嗡呼噜呼噜舍耶摩切娑诃。